我希望讲国民两党甲民众党吼，啊，无只敢甲咧背锅啊，什么代志都为反对而反对，应该选举了吼，啊，大家都爱共同来爱惜咱这個台湾吼，啊，等下因伫抗议办吼，要搁选举再搁来互相背锅吼。啊！若算伊完，得互相团结较要紧吼。咱的敌人是对岸的迄个所在吼。万一咱若无团结，去互因渗透过来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就真可怜，咱就变成个第二次的228的情形啦吼。啊，所以希望咱台湾带入台湾一个可爱的世界吼，啊，就大家爱惜它，就是安尼。